在第一回合歌手合作赛挑战节目，并深受评审青睐，拿下当晚 MVP 的谢晶晶，为了能在强敌环伺下脱颖而出，老师选择了气势磅礴的斗牛让他挑战。但是不同的身体运用方式，光是适应就让他大喊吃不消。这次跳斗牛就是有很多下半身要往前，重心要往前，但是身体却要非常往后的姿势。谢晶晶由于不熟悉斗牛的身体运用，导致练舞过程变得十分坎坷。要不要拉我下去？老师，为什么？老师，现在到底是哪里在出力啊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我的腰。那你可以屁股出力，然后你的头不要离我那么近，你要把你的头离我远。对，这样的感觉，然后用你的大腿，大腿撑起来。老师说，你如果腰酸的话，就表示你是完全用错力。你的大腿跟屁股要不断的支撑着往后倒，而不能靠你的腰力。因为我现在全身最酸的是腰。为了让谢晶晶找到正确的施力方式，老师竟开始上起健康教育课程。一点点起来，一点点起，好不动。这一块现在在用力的这两块，就是向前倒起。对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再上一点。可以帮我打电话给下斜方肌吗？很想找他。即将登场的谢晶晶，是否能在第二回合积分赛中舞出完美斗牛呢？
谢谢谢晶晶吴金秋老师带的。